没理我。啊啊啊！你们会逛我逛吗？还是都还没有路算了，好过而丑已？啊啊！咦，我回来了。刚从人类变成乌鸦了。我要去，我要玩一款游戏叫《狩猎狩猎什么东西呀、啊？》。食材吗？巧克力。狩猎水上摩托车，干 不嘛是，不是有人走得很快，踢踢我哎、欸！哎呦呦呦呦呦，上不去了啦，太傻了，太近了，你知道？近零九二三，你知道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干 嘛？干嘛啦？有人在逃命啊！好啊。你把我 OP 好啊！你好凶哦！你看我干嘛忘了？你就装回来啊！装回来你就不杀我啊？好，装回来不杀你。好诶、欸，超硬诶、欸，钻石剑要砍那么多下、欸。好像要 CD 啊？你要？对啊，它有挥剑的 CD，可是我没有显示要怎么开啊？对啊，要怎么开那个？卡住了。塞啦，女巫。我要把音量调小。盾好猛哦、喔，很猛啊，几乎不会扣血啊。盾会把剑挡回去、欸。对啊，而且，哎呦，好恐怖哦、喔！你家在哪？哦，鱼竿狩猎女巫。我说繁星。什么狩猎女巫、欸？我打不到他。哎呦！啊，药水有用，药水，药水有用。No，我水下尾啦，妈！妈，血口水音。有点 OP，、欸、太常常这样，我超级，妈，救命啊！有人在射我屁股啊！可现在中毒，现在中毒，现在诅咒没有那么久了。诅咒，诅咒，诅咒，什么的诅咒？可能是筒子吧。哈？啊？哈？啊？哈？啊？他金刚。一些哈沙小超应该，等一下，你说什么桶子？啊，水桶啊，没看水桶啊，好饿啊、喔，哪一个饿？肚子，饱子肚吗？没有，真的好饿、哦，我只有腐肉吃。你说你真的很饿？会错意。显示，显示设定。哦，攻击计时哦，什么攻击？哪里啊？哪里有攻击计时？你按显示，显示，显示。你是故意的吧？我没有故意啊。你好讨人厌呐、啊！显示啥？显示设定，嗯，的什么？右边有个攻击十字准金，或是怪点点。哦，讲话怪怪的。十字准金。哦，不要十字准金，十字准金很雷。你要用快捷键，快捷栏比较帅，卡喝口啊。哦，有一个附魔叫做修补，哎，好酷啊！安安，修复，修复可以修复什么？打，瓦力的心。没有，它就是一段时间会恢复持耐久度，什么持久度？持啊，一段时间恢复耐久度。我觉得这附魔很酷。为什么你要拿红石砖，嘟嘟？你为什么拿红？因为我挖到红石啊，我想说先把它合成装。那你我可以麻烦你一件事情吗？嗯。你可以做一个箱子出来吗？我正在做啊，我做好了。太好，放好，放出来，放出来。嗯？我要在里面放垃圾。哇塞！干嘛？兔兔也是在里面放垃圾啊。直接丢在半路就好啦，丢什么垃圾？你知道什么东西要被丢在半路？之后可能会用到啊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常常被丢在半路吗？鹅卵石、巧克力。你不要再推挤我了。哦。你看，你用十字镐敲我看会不会受伤？不会。哎、欸，不会。谢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你有受伤哎、欸？丢了。因为我刚刚没有举盾哈。哦。我想做一个。欸 oh. 太多了，太多太多，
欸，对，太多。拿他吸经验会回耐久度。我拿他吸经验。用。你啊？你刚刚怎么讲、欸？小僵尸声音。小僵尸声音。吸经验会回耐久度。救命啊！你就借过，怎么会有两次、啊？他是不是听到什么小动物的声音？丑死！奥利，奥利，你不要关我机哦！来，上来。家没有门。上来。你家是凶宅呀、啊！没有木头了。等一下，我刚才合到一半，发现有声音哦。好，给我木头。给你了、啊。哦，对，给我了。眼飘。啪啪啪啪，我就突然回一个啪，很奇怪，可是好萌哦。啪，萌萌哒，萌萌哒，萌萌思密达。嗯，怎么变成这样？只是在玩我的耳机。你怕？哎，现在为什么可以一次做那么多扇门？反正就可以了，1.8就可以了啊。嗯，门怎么变成这样？这种耳机线。因为这个是，哎呦喂啊，应该是不一样的门啊。对，这个是。哎呦喂啊，你懂什么？这是山木门。神木门。山木门。你刚刚是一边大便一边在讲话吗？不是。木门。山木。哎呀哎呀哎呀！钻石，钻石。你笑哩。钻石。来，好，给你玩，给你玩。所以鱼哥，你刚好做附魔台、啊。我知道可以加图案啊，可是要羊毛啊。我还在找钻石，我挖到钻石啊，那么快啊！哇，妈妈说，因为我刚刚有挖到钻石啦。你声音怎么那么扁啊？你这样讲话像章鱼哥。你这样快乐快乐心就爆了，快乐心就爆了，你这样讲快乐心就爆了。就爆好吵，那你就不能笑超过四声，因为快乐心会爆。你跟反应都不行、啊。因为我在躲怪啊，对不起啊。谁知什么？没有。可能是那个吧。钻、石，天哪、啊！显示那个的。天哪、啊！头不够了。你不要作弊好不好？头不够。好多钻石啊！干嘛？怎么刚才没有？现在有。我一回去看又有，怎么为什么、啊？没有破洞啊！天花板没有破洞啊！奥利，你到底要干嘛啦？你的动作很奇怪。谁？啊啊！我靠腰啊！哦，我解啦！哦啊！哎、欸，我拿到马铃薯了！哇哇啊！好棒！啊、哦，我又拿到西瓜种子！要再吃掉？但他是一起在敷衍他吗？不要再哇哇哇！拜托你猛男子，在下面的箱子里。哦，好，全木头啊。嗯，哎、欸，不是给你那个人吗？哎、欸，竟然没下雪、欸，这边不是雪地吗、欸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下雨了。为什么下雨不是下雪？对啊。哦，那我们要换地方啊。那样呢？花了这么久，你跟我说要换地方，你可以带着那边去新的地方。下雨啦！我刚今天下雨。我刚有唱这首歌哎。有我听。下雨天的。附近都是下雨。想等雨停。雨停是谁呢？祥林是谁？这边都是雨哎。祥林是祥林是一个石矿石矿主。我知道。那为什么？你说他为什么叫祥林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啦，我看一下啊、喔。这边第一题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？为什么问题本身就不正常啊 ？Taiga 是什么、啊？什么地形 ？Taiga 不是很难教的地形。Taiga 太太 Taiga 就是很难教啊！你简音呐，叫 Taiga， 叫 Taiga， 那是 Taiga， 不是 Taiga。我刚刚听成 Taiga。那地形竞拍嘎的哦，是要教他什么？嘎没怪你，是要教他什么？怎么办？不是一般的吧？天哪！啊？那你在玩什么？现在是雷雨哎，老赔了。突然下雷雨，不过你改成雨天嘞，雷雨了。
你转换成以为下雨。哎，那我去看一下，顺便拿一点木材出来好了，好累哦。哇塞！懒得看。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回溯哎。对不起，真的回溯。我回去了一下下。不是说好，不是说好要体验 1.9 吗？我们现在进度还在 1.2， 等一下。因为我要去看雪地那边会下雨啊。Taiga 是客家话的大家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大家，哎、欸，好多铁巨人哦、喔。就跟你说是大家地形哈。啊！尖叫！不，他没事了。我看一个回收，人人都回头了，天哪，好可怕！一个回收风云变色，连景观都不一样了。我靠！我那么努力，我那么努力挖的，怎么都回来了？什么景观不一样啊？没有就回头了。风云变色，好想到一首歌，哎，天哪！风云变色，哦，天哪！哎、欸，雪地不下雪了，哎，为什么？都不再下了吗？连原本的都不下、啊。因为渣渣城旁边是雪地啊，可是那边也没下雪啊。对，反正讲不会吧，改掉了吗？算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不可能会改啊。这个世界不下雪，难道只有高山才会？我好像一首歌的名，赶快 Google。这个世界不下雪吗？而且你刚刚还有一点 tempo， 是怎么回事？是，真什么？哎、欸，是哪一首歌啊？哦，三木才很累。应该是什么今天不会加那个吧？不是吧？不对吧？就是啦、欸。好，我回来了。那怎么办？可是我刚刚哼完那个，我的脑袋里是 bug 吗？有人说是 bug 哎、欸，是吗？都是什么圣诞节？只好丢雪球了。哎呦，你在可爱什么啦？那个不能玩啦。哗啦啦啦，下雨了，路是。怎么是这首歌？我突然不会哼了，怎么？哗啦啦哗啦啦啦啦，嗯，啊啦啦啦啦，嗯，雨在哗啦啦啦啦，嗯，啊啦啦啦。你看，你刚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觉得你哼的有点奇怪，你好像被强迫的在。鱼缸坏了。哗啦啦，嗯。啊！它要关机了，啊、这厉害、欸。咦、哦嗯？不是按中间就有全部吗？为什么你教的猫？对，为什么它这么会关机？不是，为什么你教的猫都会关机啊？对，真是，一定阿帕有偷偷教。阿帕教的，搞嘎。阿帕才不会教嘞，你知道阿帕自从那两只进来之后，他的神情从快乐变成了忧郁，你变成了慵懒，不是忧郁啊，就是，反正我就是老，反正我就是废啊，反正我就是一只最老的猫，反正我都小你，好可怜。刚才他说什么？他说有一点像囧哥。来啊，在腿上，腿上。我不要。这想什么啦？哎呀，我想象阿帕的脸，然后讲刚刚。对啦，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是一首歌名，没有错啊。对啊。是他写的吗？对啊，陈奕迅啊。对啊。Eason， 哎、欸，我挖到，这是哪里？小穴不是小隧道，小隧道，阿静，我这边哪里怪怪的？我要想一下，小是哪一首歌吗？小隧道，我刚刚在讲什么？对不起，阿静，当不行，对不起。太夸张了，阿静！阿静，你这太夸张了。那个手指很厉害，听我的。啊？怎么手指？你讲话越来越没尺度了。我刚刚听的什么手指很厉害，什么东西？那是你自己讲的、哦。我刚刚也听到什么手指很厉害。手指很厉害是他自己讲的啊！你去看那个鱼竿的那一部啊，那个跳跳方块的那一部、啊。哦。跳跳什么？讲的。好方块啊。哦、你说那脏话最多的那个啊？你说全世界最好玩的游戏吗？对啊，全世界最好玩的游戏啊！ Yes, yes. 那就你自己讲的，在那边看拖我，看拖我，看拖你什么没有啊？哎、欸，
马铃薯给我。你有没有还抓我？马铃薯，马铃薯。Hello， 楼下有那个西瓜汁。这个小隧道，这个小隧道里面真是什么东西？你可以不要再讲小隧道，我很开心。在讲小隧道，拜托。不是，我们讲小隧道。到底是你们对小隧道这个词？奇怪，到底哪里的矿坑是我挖的？这里也太错综复杂了吧？就知道那里有多复杂了吧？我很努力发音正确一点，我是不小心的啦。你吓死我了！真的是不小心的，我才不会想讲那种东西嘞。这个梅干超好吃，顺便给观众看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没有干很好吃啊？梅干呐，你看我，梅干，忘记。梅干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个肚子饿的时候就用它来。干几粒？对，有嚼劲。它会让你分泌超多口水，然后就喝饱了。哇，你这样讲哦。谢谢 KCSAM 零四二五订阅两个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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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刚刚的行为跟举动都像星期天，真的，真的。你一下像老皮，一下又像星期天的。谁像老皮啦？你给我放尊重啊！我真的觉得鱼竿不像老皮，这边我一定要。我也觉得真的不像啊。所以如果那些照片一起出来，一定也不像了。应该是老皮的鱼竿的配色像没有。阿青，那么可惜你的好吗？鸡，干嘛？我操！不要这个时候 cue 我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。我在挖儿时，我在挖儿时，对对。他是说儿时，我也听到儿时哎、欸，我也听到儿时。然后你说对对对你有挖过儿时吗？挖儿时很 OK 啊，很。没有在开台的时候挖过儿时。奇怪，这是我挖的。会气到堵进去吧？堵什么？好难哦。堵进你的耳朵。你没有听过一首歌吗？什么啊？堵进我的耳朵吗？把香蕉放到你的耳朵。没有。Put the banana in your ear. Banana in your ear. Put the banana. 我忘记怎么唱了。It's true, so true.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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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钻石，很久远。Put the banana in your ear. I'm a banana king. 我好像是从那个时候。Let's go to Candy Mountain.Candy Mountain, Candy Mountain, Hey Charlie, you choo choo shoo, choo choo shoo. 你们都没有共鸣啊！完蛋了，这天哪！完蛋了，这听声音的观众已经觉得我们是白痴。真的，没有看过这一个的观众已经觉得我们有病。Hey Charlie, Hey, 我是走错台了。我觉得很可怕。他们两个本来就很可怕、啊。那两个很可怕，他把你骗去。超可怕的、欸，他把查理的肾拿去卖、欸。他把他骗进 Candy， 哎、欸，你这样把没有看过独角兽查理。Put the banana in your ear。有人真的有观众有人说没有听过，完蛋了。天哪，有人没听过，你们去查独角兽查理，现在立刻去。对，那是前阵子最红的。怎么前阵子？